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各位大家好，我大师。好，我们继续玩解谜情运哦。其实有很多人不能对话，那个屠夫。哎，脏腑，可真没什么人呢。我们先去别的地方。哦，还要包子哎！瘦骨，瘦骨是什么？看一下，锻造的材料。哎，这种东西，龟壳花。好，这边差不多了。哎，这边怎么上去啊？走这边，从这边中间还没逛，我先逛一下。吃饭是吧？
我这边砍的技能要足够。好，存档。啊，这集只好炎热的过去好了。小时候的话，老旧的香囊，就这样。只拿了两个东西而已。好，没东西了。角色列传，炎热，为什么炎热会在友好名单里面？好，就这样吧。
没东西。好，千万不要进去了。好，我们再逛一下。不给去妓院哦。有东西，高粱。段誉，那个雪什么雪花酒到底去哪里买啊？雪花酒，不对，等一下，提升好。来看一下任务，洛阳4994的雪花酒哦，是雪花酒在洛阳啊，原来如此。这怎么跳进汉朝吗？这边是什么？我才逛一棒而已耶。哦，摩尼教堂是不是？走这边是不太好。
好，得到一个当当龟是不是？好，不能跟我们讲话。怎么一直讲烤猪肉的事？怎么感觉好像很多支线没有解到？然后逛一逛，都二十分钟过去了。哦，还好我猜对，龟板哦，终于找到龟板了。还在睡啊？重点是我在外面提示这么明显，他们会看不到。350元，中间可以进去吗？哦，不行。好，可以去镖局了。嗯，我先挂转盘。